嘴唇肿到不想合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都肿起来了。好，我们这一趴来观众挑战赛，已经有人进来了。我们有设密码吗？救火器，一样救火器，一样救火器哦。好，第一场已经开始啦。进入游戏画面。哎，好辣哦！我们刚刚 Tommy 很厉害啊，把整碗吃。哎，你那个角色选择没有关啊？完了，葛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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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啥？可以啦。好，是啥？阿鲁来玩。不打打看吗？啊，好啦。哎，你选到 BT1。我选哪个有差吗？套自杀，套自杀。哦，你要自杀的 ，OK。我不会用。哦，哈鲁悠悠杯打到第几名啊？有没有八强？我没有参加。对，哦，否则就冠军了，可惜。是这样。Round one。好，赶快先把阿 B 打死。对。打他。用重拳，用重攻击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忘了调到那个换角色。对。哇，我觉得好辣哦。我们两个真的好，嘴唇好像都肿肿的。我蔡莫的嘴唇真的很肿，怎么？你比较红吗？很红啊！很红吗？真的？很红吧？有点。我应该是台词吧？台词比较少，因为我整碗吃完啊。我不好。Tommy其实还蛮能吃辣的啊。你现在变这个样子。但至少你整碗吃完。啊，前面吃其实很好吃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加点醋超好吃的。醋还要再加醋哦？酸酸辣辣的，酸辣的会让你会让你开胃的。嗯，可是真的太辣了。嗯。哎，为什么只有一场啊？不是吧？设定哦，两灯是不是？来。哦 ，OK。阿 Kido， 我们再一次。三角形。No， 不要，你按我杀。你不要按。啊，对。按三角变更大厅设置，棒，好好好，进去啊！为什么看到小胖已被百强退出请服务程序？你的新的广告呢？啊，好辣！后劲太惨，后劲蛮超，真的蛮辣，我整个头皮都在流汗。那个吃辣头皮会流汗，想说吃一点点试试看，真的，把那筷子翻过来。我觉得这个是其实蛮好吃的，可以试试看。哎呦，结果这样子 ，Alex 啊 ，Alex， 好红，曾经是阿 B 的本命角啊，麦当劳。看到 Alex 大麦克就喂，摔技巧。如何？辣对不对？但是吃第一口下去是觉得好像蛮香的，对不对？两杯辣，那个拿香水来。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好几瓶，这边。Q 狼哦，啊有 OK。Orange， 哎，是不是某摊位的饮料？对啊。Oh God！我只吃一小条，哎，这好辣哦！真的，这跟上礼拜比，我觉得至少差有三四倍。这是三四倍辣的，对，不止两倍。好，原来是十倍吗？几倍？我都本来想配你，跟上礼拜一样。哦，没有差太多了。上礼拜那个没什么威胁性啊。上礼拜我整碗吃完都没问题，这个真的没办法。我这个整碗吃完，我不行，我肚子太痛。哇，我已经喝完三瓶水啦！你等一下开车，我要准备个尿袋。哦，太辣！哇，
进去。下中脚也可以进去。可以啊。下中脚。走啦。好强的。哎，现在ED 在认可上面好像也变多啊。哦。也是系统受惠的。哦，而且本身有变强啦。嗯。好。暴毙那个动作还真。算好蹦哦，这一套伤连段伤害变得哦啊，后面撑住，后面撑住，还是你没有冰块？冰棒，冰块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就一直喝水好了。对啊，这一炮怎么这么久啊？好一个。不行不行，你那个刚刚那个 ED 那个转身过来，对方如果挡住他是那个负的。你怎么办？哦，暗杀。哎，这距离是有变远还是？没有，一直都很远。可以调不是吗？可以调好吗？哦，那可以微控嘛，对不对？微控就跟 Birdy 一样，嗯，也是。你说那个跳水？好，可以微控，嗯。用强度来调整，没有用前后，用前后是是，因为它一叉的嘛。哦，对对对，就用前后，换我是不是？对啊，换你，你有办法打吗？应该可以啊，我病要我命哎，你就跟 Birdy 一样啊，吃辣椒啊。好，真的啊，吃辣椒了，自身化为 Birdy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阿基多，谢谢。好，希望来一位强力的挑战者啊！来，Joker 啊 ，Joker 都是我们的常客。OK， 好，下次要准备牛奶，牛奶会退辣的。好像是牛奶跟蜂蜜都可以，蜂蜜好像蜂蜜也可以。牛奶是因为解油的关系。哦，解油哦，因为它是辣油，让胃比较不会痛。这个造型，哇，这 skin 这套混来的，这套超帅的，这套无形，不是很像那个恶魔人吗？啊，恶魔人很帅啊，太复杂了是不是？超丑，太花了，帅啊，看起来就很凶的样子，看起来很凶。有翅膀哎、欸！哦，他跳比较高吧？飞起来就是。啊。摩德鲁，我可能。这套蛮帅的啊，因为配色要换一下。哇！完了完了完！哦。这套很有暗黑破坏神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完了。也会也会哦，就可能。哎，指令头太少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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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远了。哎，重手在角落的应用哈。嗯，那好啊，这好东西啊，真的好。他就不太敢乱动乱跳，而且他没弄得好，他会后缩啊。不灵。发现我们观众的排位也越来越高了，刚刚跳空中的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哦 ，yes 抓头，哇，有了有了有，碰了是碰了，往那边继续折，不如跑。来走，有了有了，谢谢 Joker 啊，我真的喷火了，喷火了，看得出来节奏打比较快。奇怪，
这一趴好安静，因为嘴巴在辣，因为嘴巴肿起来了，然后一个想睡觉，一个快暴毙。不是阿B倒在累什么？他早上九点起来那个，然后他前一天二十四小时没睡，然后今天又一早起来。前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啊？你不要听我乱讲啊！有没这种事啊？不能再讲下去了，再讲下去危险，再讲下去危险。有，因为今天电玩展节目很累啊，很累啊，很累很累很累。哎，这一次电玩展是不是没有快打的表演赛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有点可惜哦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刚好改版，大家都想要稍微看一下。对啊，实况组之间打起来会怎么样？先统神又讲说，学姐认可被他遇到都被他吊打之类的，对啊。嗯，尤里安，尤里安呢？谁啊？好像起来，你是起来。记错的话，这个账号应该是吗？对对对，应该是。让你看看，阿B竟有去电玩展啊！有啊，今天下午三点你们可以看你退去的频道重播。好啦，我来。哦，所以 Ruby S 3就回归 Nash 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讲回归？他用过啊？有啊，他用过。封测，封测很强哎，封测。可以，可以，哎，不确认的。哎，还是 VT 了。我选 V 二。哦，那既然他比较喜欢用这个，等下 Ruby 可以秀一下 VT 二。我跳。啊干！手脚上面去干嘛？不该出脚的。啊，完了！哎呦！再一个。哦，卢比防御不错。哎呦！哦，有在练的，好不好？会呢。这不是基本连段。不要破梗。现在卢比出个脚刀，大家都觉得很厉害。想干嘛？下段攻击还是打不到。下一中。好，等下秀个暴逼连段的，有些了，太好了。哇，最棒！坑！哎呦！卢比主要是受凤奖影响，还是觉得原本是喜欢这种角色。OK， 好来了，哎呀，歇嘞！完了，绝对防御！哦，啊妈，算防老半天，最后一下没有啊？对。对啊，那天很认真练，然后最后想说找观众来练一下。新增一点信心，然后进来一个叫小蔡的玩家，软软的啊，然后二胜三败输掉了，这软软的啊，很正常，软软的啊。小蔡现在是完全没有，对啊，对啊，小蔡这么强不公平，哦，他过来我觉得太难了啦，他应该不会，刚刚那个静怡防这么好，这个中段居然没有。哦，完了，他是正的，他是正的哦，正很多。嗯，好，不错不错，起来。好，谢谢啦。谢谢起来。谢谢起来。好，再来换叶子了是吧？啊，我也有。对啊。让大家老伤的风采。可是老伤的选手全都倒戈了。觉得悲剧。全都倒戈。有吗？板上不倒戈吗？板上倒了，阿B Gay啊。你有换到吗？有，我也要倒戈用 RBG， 他真的用 RBG， 我也要用 RBG， 选 RBG 就对了，选 RBG 就对了，没错，好，这就是 meta， 卡瓦达，新玩家吗？好像没什么看过，啊，哎，不要乱泼，不要乱泼嘛，哎。这个准备很久了，一直在
在等他们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有脸？为什么有脸？妈，那脸都被踢上去了，超酷的。那个居然给那个阿 B 当订阅，超酷的。订阅通知跳过来，开车出来，超酷的。我们有买 Abigail 衣服？没有，有战斗服啊，战斗服。都快看不到脸了。第十个颜色，我觉得原本的比较好。我也觉得原本的比较好，我比较喜欢原本的。有点那个枪拳是哪一个？正转手。正转手的。你按两颗脚会跑步，然后你再按它。VT 二五。我讲，你有机会赢了。等一下有 VT 就是按住。按住就是重拳重脚按住，然后就按到没关系，按到你就按住，他自己骑到马会冲出去。哦。对，差不多这样。哦。对，然后你总共可以按个三次吧。好多次，对，然后他的脸，对，他 VT 有他脸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先用血换 V， 有 V 就没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人的连贯比我哦好，砍额头，哦对，哎不错，他过来就危险了，这个吗？对啊，你要打到他，枪血打到就可以啪啪啪，等下快满了。哦、oh, 对，哇！拜拜，没错，他进不来。你是要投降？对。好，等一下，好，V 满了，爆，重拳重脚，好，按住，好，再按住。哈哈哈哈哈！伤害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再按住啊！你按，按住，还可以再一次啊！好扯哦！跑出去的时候可以按拳或脚，他有招式，或者按抓。抓头啊，不错，不错，还抓也不错。我你看，进不来，超好的，我就跟你讲，对，够超好用，我就说，你看你叶子都，我就说这个角色很强啊。按，随便。哎呀，可惜哦，就是好像突然，对，好像忽然懂了些什么事情。对，哎，有，可以暴毙了，等一下，好，来看你，好按。对，按住，什么不交？啊，完了，收不接，完了，什么不交？交接换人。叶子是玩起来很有快感，好像有点成就感。对吗？你看，是有成就感，是有成就感。道具有啦，真的，好玩，可以来玩。下一次我们去做 Abigail 小组，感觉角色还比较好玩。哇！卡瓦达，谢谢卡瓦达，烂游戏。卡瓦达是卡瓦吗？好，是卡瓦吗 ？OK， 应该是卡瓦，应该是。不玩我特训你的结果是怎样？有人玩 Abigail 跟他玩是不是？因为我的干爹他们就是平会自己约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说最近约的很凶，他们都会就是在线上约战这样。哦，还不错，好哎，那蛮不错，这样很好，这样还不错，蛮好的，对，促进这个风气啊，对，不错，不好的风气嘛，阿 B 哥一直冲撞啊，不好的风气啊，约战前很开心，那约战后就有一方会很不开心，有可能有一方会很不开心，破坏友谊。没关系啊，既然你不开心，那下一次也就开阿 B 哥一起来开心一下，对啊，好玩谁啊，阿 B 哥啊。阿比盖，撞啊！这个冲撞！完蛋了！阿比盖也是你的角色啊！哇，今天来的角色这个比较好玩啊 ！Alex 哦，有理啊！选镜子，好，选镜子，秀一套最大伤害给你看，秀一套最大伤害啊，秀一套。Alex 的出场率又变得蛮高的，因为其实很多玩家喜欢他，但是他实在太弱了。对，然后这一版比较好一点的哦，大家就愿意回来玩了。然后玩一玩发现还是不太行，就但他不是注重指令头的角色吗？他其实还哦，他不是不像老桑只靠指令头吃饭啊，他的打击很强。好啦。久违的镜子套路有没有机会秀给大家看？不要看观众有没有办法把阿 B 的 B gauge 打满。对啊。哎，换边套路，还有娃娃拳却反，哎呀，可惜。哇，距离没抓好。No。新手当然蛮容易上手的，没错。哦，这踩得好。
看，变黑就对，变黑就对了。变黑，这对决好像 AS 不太能，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对啊，用那个金币勾过去的，金币勾阻止阿 B 变黑啊。最大伤害来了！哎呀，最大伤害来了来了，镜子来了，好痛啊！啊，没了，好痛哦，大家注意看，有没有很痛的？很痛，痛对。再后摔。哎、欸，打不到三百，刚才。打不到三百，没有啊，难过。就阿比尔镜子大概就是留在那个怕猴戏的时候再用。对对对。缅怀一下，再给你修一下，再给你修一下，再给你修一下镜子，再让你怀念一下，再让你怀念一下。很差，这改的幅度非常的大，非常非常之大。对你想想看，他只是改一个数字而已，我觉得太夸张。但是搞不懂。嗯，搞不懂你如果说 VT Two 也是类似镜子这种，可以做很多种变化，或者是比较没办法。对啊，但 VT Two 又偏偏又改一个很普通的东西，还 OK， 但是还算实用。但是镜子就是很就实用，不够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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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以前的镜子又很强，以前镜有点太强。几乎人家说是前几强的 B 二，前几强的，前几强的。哎，哦，拉系统，这个服装的胡子好，不错啊，画上去的毛笔，这他不就拉面店老板吗？拉面店老板，很像啊，就在里面甩面那种，就是那种，嘿，拉西阿玛塞，欢迎来到一乐拉面。辣油卡在喉咙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有点超辣的，真的有点卡。Round one。不过刚刚前面观众有说 ，Nemo 跟德古拉他都还是 VT One， 因为 VT One， 因为他们选 VT， 那 VT 二可能还没练好，有可能。因为毕竟才十天。可是观众说他们用镜子出来的频率很低啊，对，频率很低，都拿 V 版用。我真的假的？我看德古拉是有用法，其实他把它跟以前一样。对啊，就一样、啊、一样的。德古拉是一样，然后发现打完了没把对方打死，好糗哦。哎呦呀，这个气功可以集气真的很讨厌，真的。对他角色来讲真的很麻烦。我觉得很强啊，对，因为可以改变发射的时机。硬吃硬吃。什么事？就过去跳进龙卷风里面，真强！跳进去是不是？嗯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机会来了。有了。前摔，砰砰砰！大西风。B 这样可以 B 反身，也是啦。哇！哦，开打暗杀。没踹到，我赶快起立。好一个，哦，看好打掉头子。最大伤害，我挤到他快死左右。哦，好，哦，我快死了。有啦 ，A。好，没有。我都下断了啊！哦，不错不错，十七段大概打了200，两百二，220，不错。卡普空看到没？不错不错，哎，而且是轻攻击起始啊。时间差不多了。哦，好。就让我们用这个最大连段，哎，做个完美的，做个完美的 ending。好啦，今天因为诸多，所以今天的来宾跟主持人精神都稍差到这个阶段了啊，请大家多包涵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啊，我们会等待下礼拜呢，希望能够有捷报，应该说这几天的比赛啊，能够有台湾的选手，不要说突破啦，就希望八强好不好？大舞台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选手。拿冠军呢？拿冠军也不错、啊。小象跟石油王
还有右台啊，对，都还蛮有机会。为什么你要忽略其他选手？没有，还有洛克胖啊，还有有机会，有人人有机会，还有 ET 啊，还有 ET 啊，哎对，还有 ETKOF 冠军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编进跑马灯啊。下礼拜的预告一下。哦，下礼拜预告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下礼拜要。下礼拜预计会跟大家一起玩七龙珠哦，这个礼拜没玩到，下礼拜要一起玩。那明天呢，不要忘记我们电玩展的活动，还有斗那众神之斗的赛事哈，大家记得去电玩展的话，可以去我们摊位看一下。啊，感谢今天赞助的干爹啊，如果没有赞助也没有关系啊，别忘了每个礼拜五七点啊，晚上七点要继续收看我们的。拜我炮戏，在那之前呢，我们要感谢我们赞助干爹啊，公馆快打，还有我们神送赞助播出，感谢干爹，感谢。哎、欸，还有小宝，还有小宝，我忘了啊，小宝、哦，小宝，小宝也在，小宝还有小宝。OK， 好啦，希望我们八强的时候可以有很多台湾选手，好不好？希望是这样子啦啊。今天也谢谢 Tommy 来救援，今天来上节目，带给大家很棒的博地教学。好，那今天的拜我炮戏就到这边啦，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要继续收看我们的拜我炮戏。龙 mercy， 谢谢，拜拜。拜拜 ET